特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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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间精灵，万物生，比翼飞，新的大武器造型，恭喜获得牛市冲天施法特效，再次点击四门技能，特效里多出了一个选择，每次施法下以后，从下到上有一个小箭头啊，虽然没有前面几个那么有牌面，而且甚至有点猥琐啊，但是他妈的也是施法特效，也是要花很多个 W 的。有志者事竟成，恭喜故里草木神老板喜提施法特效。施法特效里不能说最垃圾的了吧啊，这个好看这个东西是啊主观性的，你觉得它最好看就行了，情人眼里出西施啊，不用得到别人的认可啊。这是一个原价啊20000的施法特效，这个施法特效牛市冲天啊，出的时候我知道，但是我就自动给它省略了，因为确实他妈的这个有点啊有点小瑕疵啊。好了，这个等会儿咱们去试一下，来看老板的横扫出箭头。哎我操，可真他妈傻，好像窜稀，妈妈我的屁股有点烫。来看施法特效啊，反间之计也是施法窜，来看我横扫窜一下啊，就窜一下，够不够用兄弟们，棒，横扫就窜一下啊，反间的话箭头是往上的，看反间的箭头是斜着的啊，然后呢横扫的话是在底下的，用后发试一下，后发啊，后发的话也是跟那个反间是一样的，在后发的当前回合就不触发第二次，然后呢看看还有什么斩龙诀用不了，杀气诀啊，来触发